原本算是属于文博组的，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想要做这个岛屿天光学潮实记录。那事实上原本我们只是一群文博组的人，然后有在就是在这一次的那个学运当中，就是负责做文博的部分，然后原本想要把资料把它补齐，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团队里面的人就是一直想要丢东西，然后越丢越多，结果呢就挖成坑了这样，然后所以我们已经在里面了这样。那基本上做成这个基本上就是两点，一点是媒体污染的危险，然后不希望我们现在有的资讯就好像都在网络上，然后就飘走了。那希望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把相关的资讯，不论是媒体的，不论是我们自己的文博的相关影片，大家的创作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上面。但是针对目前已经知道这个议题的人，这些是够了。但是希望这个网站也能够成为，就是对于这个议题不清楚的人，就是所以里面还会有包括可能这一次运动的始末、起因、诉求跟过程相关东西，那期许可以成为文史记录的完整资讯平台。那我们原本的想法是想要网站变成这样，它有点是下面是 timeline， 然后点到某一天它会跳出有点像是心智图的东西，然后如果去点不同的圈，会在右边会出现一个框，然后有减速，那再去点那个减速，它会在可能跳到次分页去出现一个可能比较完整的叙述。可是后来发现这东西好像有一点困难，对，就我询问一下专家的意见。那不过这边可能也有强者会做得出来这样子。然后所以后来呢，改变就是可能比较适合的方式是变成这样，台奈在左边，然后就是可以跳出这样子，对，好。然后这个东西有放在那个。时间到了吗 ？Pad 上面，好，谢谢。对，好，那相关资料都在上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目前有了前瞻平台资料库，还有沟通协调，就是我。那内部的资料就是相关资料，文播组我们都有在做了。那相关资料就是也有收集好。那只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就是强大的工程师来协助我们做前瞻资料库，还有后台的部分。那因为文播组的伙伴们几乎都没有资讯的能力，所以可能那个写入技术要低门槛这样子，太高门槛我无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下一位是 Ronnie。